北漂夫妻的打工生活。今天花了45块钱买了4个羊蹄儿，今天晚上做羊蹄儿。先把羊蹄儿表面的那个毛处理一下，现在看着有点黑啊，烧完之后咱们一洗就干净了。刮去表面黑的这个，刮完之后，哎，煮出来特别香。这个羊蹄儿买的时候，这个脚的硬壳它已经去掉了的。咱们只需要把羊蹄的这个脚趾头缝里抠洗干净，把表面的这脏东西洗干净就行了。羊蹄清洗干净之后，咱们凉水下锅焯一下，放入洋葱姜，羊蹄下锅，五香卤肉包，来点料酒，打掉上面的浮沫，大火煮10分钟，这羊蹄蒸好了。咱们放上糖，炒个糖色，用少许的油，一定用小火慢慢的熬，我们熬的糖汁已经上色了啊，葱姜。放入咱们的辣椒酱，把它炒香，我们倒上生抽，再倒上秘制汁。羊蹄下锅，煮上1个小时，放上咱们的卤肉包。到了，那我现在过去。弟弟，啊，单位找我有事，我得过去一趟。锅里的羊蹄我已经炖上了啊，到时候你别忘了开着火。行，那你赶紧去吧，那得炖多长时间呀？得40分钟，到时候你别忘了看着锅里的水啊，别干了就行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你晚上回来吃饭吗？我不回来了，你俩吃吧，别等我了。我走了啊，你别忘了5点半接孩子。嗯，知道了。赶紧把火关了，去接孩子去了。现在已经5:20了，我这刚出家门，我儿子5:30就放学了，有点来不及了。现在这电动车都在这车棚里边充电，我骑车必须得戴着眼镜，我要不戴眼镜的话根本就看不清。怎么这么晚才出来呀？值日。本来以为我接他得晚了呢，没想到他今天值日，这一会儿的功夫天都黑了。土豆丝是先炒好的，都已经凉了，再给它热一下。洋洋，你洗完了吗？土豆丝冲两个就行了啊。燃烧羊蹄，快吃吧。尝尝你爸做的这个味儿咋样？辣吗？我们在一起说辣吗？我们都为了生活四处的东奔西走，为了在一个城市安一个家。